接下来再给您推荐一位保安师傅，画纸就是他的天地。他喜欢画山水景色，尤其爱画老家湖南的大好河山。而且呢，他的画材也比较特殊，先勾勒好图画，然后呢用小石子、芦苇、沙子做装饰，看看是不是韵味十足。职业呢是一名保安，从小呢就喜欢画画，有时候在公园里值班的时候呢，就捡一捡那个小碎石啊，以及絮子啊、芦苇杆啊，就拿回家呢进行沙石画的制作。唐师傅说，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描绘祖国的山山水水，给大家展示这种美好。对祖国的山山水水进行描绘，再用沙石啊、植物粘贴展示出来，主要就是表现湖南的美好的山山水水了。二十多年以来呢，就陆陆续续创作了有200-300幅画，大部分的呢都送给比较喜欢的人呢，都让他们挂在家里，给他们增添一点明亮的景色。